ressemble à.的话呢，就所谓的背包客，可能呢到这里的话呢，就住上几天，有的是可能事先就预约好的这个船票，那有的呢就是怎么样呢，到这里呢来等，等看看呢有没有这个空余的这个船票，然后呢有的话呢等上就直接上船了，没等的话，没等到的话呢就是。 那像我们这艘船的话呢，叫做海钻石，有没有？